中澳之间的贸易战在我们节目当中谈了好几次了，那我们也不断的在看所有中国大陆这个对于澳洲产品增加税收，为什么在总体的进出口上面来讲，好像澳洲是自己自认底气太足吗？还是始终是跟他们自己的国内的政治选举有关联性？当中其实有一块啊，这新闻出来，我们就今天继续再聊一下，是否澳洲不怕跟这个项目特别有关？大陆经济已经开始在复苏的路上面了，所以基础建设的需求当然是比去年来的高很多。这个礼拜有个消息，就是澳洲的铁矿石，应该说全球铁矿石，它每一吨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93.85美元，光今年涨了33%，而这个数字呢也是史上的新高点。那澳洲当然它出口包括了矿物跟能源呢，也同时创了新高。它创新高的同时，就抵消了中澳之间本来一些贸易上面的关税提高所产生的摩擦的一些损失。我想请教郭委员，这就是澳洲到目前为止底气依旧那么足的原因吗？除了他们自己的选举之外了，把中国大陆当议题。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希望政府能够出来做一个协调，但问题比较难解决的部分，就是因为澳洲的钢铁难以找到其他的取代的国家吗？其实双方互相依赖了，说实在互相依赖，所以这个部分是无解。澳洲80%是卖到中国嘛，那中国有60%是从澳洲进口啊。那因为它主要是它的品质好了，说实在啊，那虽然它的价格被炒高，所以表面上看澳洲好像总体收入没有下降太多，可是其他的行业还是被打击到啦。哦，比如说你说大麦啊、龙虾啊、红酒啊，那个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这个行业就没有买气嘛，所以它的收入是大量减少，所以。你不能说没有伤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Morrison 他要选举啊，那因为他也是内阁制，他本来表定时间是明年5月18号，他可以随时解散嘛。那他发现这个氛围对他是有利的，因为他前一阵子跟中国杠起来，他的民调冲到将近60%。所以我觉得坦白讲，我们从今年到明年，亚洲地区都有这种问题了。韩国也要选举，菲律宾也要选举，那日本也即将选举，澳大利亚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选，那最晚是明年5月啊。所以我觉得政治原因还是居多。那中国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问题它的钢厂啊，太分散，它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整并过程。那第二个就是铁矿，你要另外找，比如说它也在非洲找。可是要取到澳大利亚没那么容易了，是，所以这个都不是两年内可以看到结果的。所以能够提高关税的这些领域跟项目，中国大陆就做，但是真的相互需求的部分，也就没办法。这个并不稀奇啊，中国跟日本钓鱼台发生冲突的时候，半导体的元件还是照样买啊。这一点提出来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去心领神会一下。为什么说澳洲的铁矿石在现阶段？好像中国大陆有基建的需求，但找不到其他替代国家，包括了像巴西。其实我相信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巴西这边这部分的产能能够提高，但是你看这数字，灰色这一块是巴西的产能出口的铁矿，始终是维持在这边。那去年开始，巴西在疫情爆发之后，它其实要提高产能的难度也更高，对，因为它没办法复工嘛。所以你看到一直预期下去啊，矿物不是说你今天想要抢提高就马上提高，因为它还有一个开采的过程，所以预估出来的数字从2021年、2022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做下去。而且因为中国又在造镇，那美国要搞基建，所以全世界的钢铁的需求量是在上升。所以澳洲有预估，2020年到2021年会创下1360亿澳元的新高点，所以也的确看中澳贸易战，有些项目像是已经增加关税的大麦、棉花、牛肉、葡萄酒、煤炭。龙虾这些确实是比较惨，但是它出口的数字整体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政治人物要选举的话，告诉你的选民，我现在 GDP 又创了什么新高点，或者是我出口数字没有降低，那也是一个说法，因为媒体就会报道，对不对？所以风清姐，中澳贸易战其实在这个铁矿石还是回归到市场的最基本的供需原则。对，我觉得其实双方的所有的贸易都是这样子，它都一定是互相依存的，没有说贸易是说我优惠谁，谁优惠我，不是，一定是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需要出口的市场，你需要有这个进口的这一个来源，否则的话，这个贸易啊，大家再商言商，不太可能说好像是那种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在这里面啊，其实每一个产品它的脆弱性是不同的，比如说。铁矿石现在的刚性需求就是这么的强，
既然铁矿石的刚性需求这么强，中国大陆也不会搬石头扎自己的脚，然后我去对你的铁矿石采取禁运或什么，这影响的是我整体后续我的炼钢，然后接着我炼钢后面的后续的所有的建材的需求，那我可能包括我一带一路的所有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嗯，所以这一种最上游而无可取代的原料的部分，他算一算，欸，我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文章，他选择的当然就是那一些全世界相形之下产能过剩，而我很容易找到替代商品来源的，一定找的就是这种。嗯，所以最明显的就是澳洲的红酒，我喝南美洲的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新世界的红酒非常的多啊，那现在新世界的红酒品质好的也非常的多，智利的红酒也很好喝啊，就它是一个全世界过剩的市场，而在全世界过剩的市场当中，你并没有独特性到无可取代，在其他地方有非常多的取代的这个来源的时候，你看到澳洲就受伤非常的重，在红酒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他们的出口去年然后跟前年比减少了96%。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去你这几个月去台湾大卖场买澳洲的红酒都在打折，超级便宜，很便宜，因为我才买了一手，或者可以还有龙虾，对对，像这种也是，就是你饮食上面要找到替代品是比较容易的。大家说我现在不要吃澳洲龙虾，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不吃美国猪肉，这我们不吃美国猪肉这件事情，就使得美国反而他在推那个来猪的时候反而是受伤的，一样的道理，就是消费者只要这边选择不买单，这种。龙虾的取代的替代品并不是龙虾，龙虾的替代品可能是干贝，可能是鲍鱼，可能是其他的所有的海鲜，或甚至于可能是牛肉，可能是猪肉，可能是其他的所有的蛋白质的来源。像这一种，就是它属于脆弱性，而政治一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它就受伤很重。那当然在澳洲从事这些不管是红酒啦，或者是棉花啦，然后或者是这一个煤炭啦，龙虾啦，这一些行业，他们终究总人数比例来讲，它一定不会是很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在政治操作上面来讲，这些受伤了，政治人物是可以完全无视的。台湾的旅游业受伤，哪一些州的执政，搞不好是他的对手，或是 对不对？如果而且台湾旅游受伤了，我们执政者也没有很在乎，就是类似的道理。我孟女神也搞了一个澳洲全民吃龙虾，对，然后就是吃不完，内部价格跌一半。对，我们现在在台湾吃那个澳洲龙虾也是超级便宜，我们不是全民自由龙虾哦，对，就这个刚刚分析也讲了，如果说你在一个市场领域当中有其他可以找到替代性的一个来源的话，你当然就不具有市场的稀有性，就话语权就少一些。但是像是铁矿石它的澳洲的质量，或者是说像中国大陆稀土，它具有就是一定的稀有性了嘛。我们来看稀土这块话题好了，请教一下黄老师，给大家看这个图给大家看。它为什么会至关重要？因为很多我们节目提到过一些国防军工产业，包括了太阳能的电池板，还有卫星的一些相关的材料，都会需要用到稀土。那这一块的话，包括了日本跟美国跟英国跨国的一些企业都在合作，在不同的国家区域做一些开发的合作案。那这种稀有性的话，是如何的圈地养地，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国家跟周边国家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当然，这个稀土开发可以提供这个我们讲西欧或者是美国一个突出的一种机会，因为本来中国大陆它的产量就是很大，但它不是独占的，并不表示说稀土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这个矿藏，没有这个 reserve， 只是它没有去开发，因为开采成本了。对，那么如果说因为中国大陆把稀土当作一个低成本，但是拿来当作武器的话，那其他的国家就会愿意用更高的成本去让它这个稀有性或独占性或可能的独占性把它压低，因为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物资来角度去看的话，它就会再创一个新的供应链。对，而且现在欧美国家去往别的地方去发展的也都是中国大陆过去用力很深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就它并不会影响或改变整体的地缘战略，不会，但是在这个下棋子或者是布局的上面，西方可以找到一些替代方案，虽然成本可能比较高，但是可以不需要
就可以把中国大陆 weaponize， 就是把稀土武器化的，作为一个挑战西方国家安全的这个力量降低，但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钱。来看美国现在有一个做法，就希望能够在夏威夷旁边这个叫做 Clarion Clipperton 这个区域啊，做一些海底的开采，有一些稀有的矿物。那大陆方面呢，是比较往非洲、西非国家几内亚的矿区准备做投资。那当然，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影响力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请教一下罗老师，你怎么看当稀土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时候，虽然它可能可以透过不同的供应链的创建之后降低它武器化的可能性，但在中美稀土的一个战略的布局上面，双方做法是不一样的。对，当然了，这就是一个新的战线嘛，啊，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刚才介正生讲的，这里面呢，你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也许不会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他把它武是不是把武器化，然后牵涉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钱嘛，就你刚刚讲的话很多呢，可能费用。第二，污染。稀土造成非常大的污染，你如果看过卫星的照片，看到内蒙那边砍稀土，那个地根本都是黑的，那根本那是很大的污染。那现在是绿色经济，环保又非常重要，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说，要不要有钢铁，然后你一方面又是说希望能够减少钢铁的生产量，那这里面就有一点要调和了啊。那么污染的问题，所以也有人讲说，从科技上去找，是不是从材料科学上面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什么突破，就看科学的突破、金钱的投资、污染的问题，然后牵涉到战略的问题，所以这几个方方面面都是要考虑的。的确，因为包括了去开采稀土过程当中，跟你自己国家本来，对于气候变迁答应减排碳的这个承诺，会违背多少的一个抵触，也必须要考量。我们大家稍微回来继续关心一下中东的局势。